我们也是很喜欢聊贝贝的音乐，然后这次我们就是试图就是请阿贝来帮我们当嘉宾，然后他加进去以后就哇、哦，那个感动度就是瞬间提升了50%。阿贝就是有他那个怎么讲，他的风味就是没有别的。没有声音，可以给我一点声音，就是、我跟你们说，今天真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。我说收到情人节去，我真的是，我问题我不是要说，但你知道我高中的时候就是。睡前我就一直听，我刚刚想到的话，我真是我想到我现在头发都掉光了，可以，人生终于。再说一个，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刻，大家来参加完20年都年纪已经过了那个年纪，但我记得我那时候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想到有点久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高中刚上大学，高中的时候听嘛，然后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刚看 TV 在表演，然后我就会在台下看 TV 表演，你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就觉得你好像快要写出一首歌，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真的我印象最深，就是只有 TV 的说只有可能那些台剧，不是台剧，我想。这歌也太好听了，然后你就会在脑中好像出现很多歌词什么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会写歌的人了。然后我很感谢 TVBack 那时候给我这样子的那种很真的很美妙的经验，然后这个时间真的是绝荣幸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你加入这首歌变得哇塞这样子。五十八个。好，那我们来唱歌。永不相会的地平线，从没实现的诺言，我着了什么魔，竟然不断勇敢向前。快乐要说句半个，可总是飞的匆忙的经过我的时候，他摇摇头笑着就走。心跳
墙上嘲笑我太过倔强。